上车的场景，能把奶爸养刻板的熊猫，只有北冬的小白天了。看黄连奶爸给白天洗澡时那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就知道小家伙有多难伺候了。上次因为把窝头弄掉惹萌萌生气的也是他，怎么难伺候的熊猫都让黄连奶爸摊上了。作为萌兰的绯闻女友圈内公认的太子妃，小白天也是傲娇小公主一枚，而且特别粘人，就算不吃饭也要奶爸给自己按摩，奶爸不按还会生胖气。北冻的潘粤明奶爸本来长着一张帅气的明星脸，结果在照顾了小白天后累得黑眼圈比熊猫的还大。一天小白天吃完加餐还不让奶爸走，非让奶爸给自己按摩，奶爸强撑着疲倦给小白天按了40多分钟，终于把小公主伺候满意了。我们傲娇小公主闹脾气不吃饭的时候，就算是徐老爷亲自来哄也没用，最后老爷只能给小祖宗拿来笋笋和胡萝卜，公主才满意的开始吃饭。作为功勋熊猫凉凉的后代，小白天也是有点千金小姐脾气的，因为喜欢攀爬，没事就往树上挂，游客基本看不到她的正脸，如果不是要吃饭，她连树都懒得下，有时甚至会打包竹子到树上吃。一次要下班了，小白天还是不下来，已经在树上挂了5个多小时，天气又热，奶爸很是担心，最后徐老爷木叔都出动了，小白天就是不下来。别说这性格和萌兰还真有点像，让干什么偏不干什么，奶爸没办法，第二天只能让白天在内场上班了。因为不能爬大树，白天还气得不吃饭，而白天还是个八卦熊，喜欢偷听奶爸奶妈聊天，发觉奶爸过来了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抬头看奶爸。不得不说北冻的熊都有点个性，就是苦了饲养员们哄完这个哄那个，每次都像被关在里面生无可恋的样子。下后食欲明显减退，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奶爸在警察局气得拍桌子要求赔偿古大爷的精神损失费了。不过就算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游客也应该文明参观，不要靠近大熊猫。